Twister!冯琪，哎呀，好灵，好灵啊！亏得我一直存着，算是找着正主了。 Ah!
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深。我呀，算准你会来到这里，天命便是如此。一步一步，有缘有故，此间藏一珍宝，乃当年泾河老龙王被斩时脱落人间的鳞片，他人无法得见，小友可否在这黄风里见过？当年泾河龙王违抗天命，玉帝震怒，欲行连坐之罪，吓得那四毒龙神躲藏了起来。神仙，神仙又有何意？只要染了因果，不过都是盘中餐，池中物。江河怀己，四毒龙神，生死已定，你我皆然。Yeah!
命到挺硬。 心法，托大圣根器，还要师父的脑袋。
就为在这黄蜂谷底一时快活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也是这蜀药的看管之人。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，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器、修炼邪法的容器，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之罪也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。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，来吧，替我收好它。
沙，烈日当下凉，这就一怪来风沙。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，孙悟空？你风沙里走了这一遭，可曾寻到天尽头的古国？又可曾撞上虎鲳坠崖，石头打架？只怕你聋了耳，又乱了心，越是贪图完满，越是搜不干净。鼠与虎都一样，没天命又不认命。小猴子，你听，那风里传来的都是求而不得的声音。